嘿嘿，我最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夜猫。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，也是下饭菜，就这一锅看着都非常有食欲了。今天在路边花了17.3块买了6个大鸡腿，然后再加上家里面之前有一些这个鸡翅根，我就把它放在一起，做了一个红烧香辣大鸡腿，一共是6个，哇，太满足了！而且今天这个汤汁炖得非常棒，一会儿拌米饭的话绝对非常好吃。跟之前的黄焖鸡。我觉得有一拼了，然后大家看，我还是放了很多辣椒。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话，你可以不放，做成纯红烧味的也是非常香的。哇，我已经很饿了，我先尝一块吧。这个土豆已经炖的是恰到好处，非常软糯。哎呀，太香了！哇，你看这个大鸡腿多么的诱人啊，真想上去啃一口。哇，超级入味儿，太香了！大口吃，我感觉就是好。再来用汤汁拌个米饭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这顿饭简直太香了！这个鸡翅尖，如果你不爱吃的话，你可以换成鸡中翅。鸡中翅的话，肉比较多一些，但是家里面的库存嘛，我把它清一下。哇，看看吧，太棒了！哎呀，这一口绝对不比黄焖鸡拌米饭差！哎呀，今天这顿简直不要太爽，吃了4个鸡腿。哎呀，有点撑了，不能再吃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鸡腿不会长肉。每天晚上回来吃上这么一顿，是我最幸福的时候，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候。我还有个心愿，就是想把自己会做的家常菜都分享给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，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多做点饭，做你喜欢吃的饭，这样子呢，卫生、营养还健康。锅里的土豆非常好吃，很软糯，但是一点都不会烂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，该整一口了。此时此刻最不能缺的就这杯冰镇京酱，我干一半，你随意。